原来这么厉害，这么十项全能的。李孝文这个角色跟平常我有点不一样，上戏的时候是我主动，我是李孝文，他是夏之诚，但下戏的性格我觉得比较像，比较反过来一点，我不会没事一直去，就是别人跟别人开玩笑。前面告诉你。底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一直读书，这跟我一点都不一样，或许是一种趣味，但我会觉得那样的夏之诚很可爱。说到前面一点，他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什么事都觉得很有趣的这样看待，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内心也是有很细心的一面。我喜欢男生。可能是因为他之前的恋情，他跟老师的恋情，我觉得这段让他成长很多。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多面向的一个角色。我应该比较喜欢那种大叔型，大叔型可能会有一点点粗犷。